塞进他们的头骨中。全军出击！哎呀！哎哎哎！救救！我没带伞呢，我操！我居然没带伞去！哎，他奶奶个腿儿的，这分景什么意思？嗯？有点意思啊！早不开机房，我也不知道我带机房，我忘了，我寻思我带伞线呢，我还等着伞呢。没有带来痛苦欢喜。没想到还有意外收获。下把记得 Q 技能让我射一下啊！打破他们的意志！哦，做出了选择。举分女给他举报了，内圈刮是吧？啊！看来这把可以早早结束了。他们可以缩得更久一点了。干啥呀？这就是所谓的战争。哎，我先来这个，一个四分五裂的，再来个攻速，这不无敌了吗？正好可以吃点东西。猴哥太正直了，破碎的石头还好吧？我一直都是一个比较正直的人，真的。是不是惩罚力度太低了呀？他们怎么敢这么玩的呀？起，哎呀，怎么老敢送人头呢？有人没过来救救，将会盖过他们的尖叫。
来个队友，来个队友，快！游戏怎么卡了呢？是因为刚才谁摁那个艾克摁了个扫描是吧？艾克把那个那叫什么玩意儿来着？把那探照果实给他 A 了 ，A 完以后就卡了。诺克萨斯不会容忍诺曼。来呀、快跑！想去哪儿？咦，我去哪儿能管着吗？啊！耶！起！发车了！我靠，这是干什么？哎！咦！哎呀，我日！打回头确实是牛。我已经打赢多少场战斗了？大战的律动在哪？变速。追不上啊！热量可狂怒，起！然后死吧！这维恩是真克我，哎，你就打对，你就打来，你看看到底是你打我疼，还是小兵打你疼？回家是吧？你的塔没了。一刀，两刀，三刀，四刀，五刀，六刀，七刀，八刀，九刀，十刀。兄弟们，这波可以送啊！我不想活了。我的血在燃烧，饥饿在侵蚀着。没事，我还有僵尸。回家已经结束，没必要，没必要，我只是说个噱头。我要把它浸泡在血泊中，再啃噬着我。来个复炉之斧吧。Enemy killing spree。我来了！在哪儿？疾跑一开，这不给我追死他？喜欢回头。今天我都不放技能，换什么给你？减速放，哎呀，没事儿，你没有意义吗？我这有僵尸，我有僵尸，别怕呀。哎呀，我靠，
传送。虫子，我的血管里流淌火焰，没有疼痛，没有感觉。维恩的英雄是真难整。靠，又灵光披风，哎，追不上，跑太快了，还有滚，遭遇死亡，维恩就是赛恩的爹，我发现，除非我们能发车给他撞了。我不活了啊，兄弟们！哎，哎，这咋死的？我有盾呢，我有盾，怎么还死了呢？哎，气死我了！去中路，把中路的傻逼吃了。害虫！干他！也不能狂杀。怎么的？我这害虫二阴毒。咱俩的害虫二阴毒。他推线慢，推塔快，我推线快，推塔慢，俺俩属于是互补，你知道吗？我拆了，我不管了，不管了，我送了，兄弟们，这波没事，我还有僵尸啊，吃波兵。什么画蜡？画蜡是什么？我说这德莱文连维恩都打不过吗？下路给你发育，你发育成啥了？这呀，真是个笨逼呀！他，你跑你肯定是跑不了了。我是什么 ？Killing spree。杀戮！咋的？这蓝枪那么狂呢？狂狂什么？我还有疾跑，我还有僵尸。我还有僵尸不怕。上边太激动，把我那面条都给我喷出来了。
哦，我说这碗泡面怎么这么沉呢？原来底下还有我媳妇的爱心小香肠。来个叉子吧，我要把它弄坏，我需要脱落。是老坛酸菜的泡面吗？不是，是茄黄。小杰吃完茄黄，我就想看茄黄到底是啥样，我就想吃茄黄了。我已经打赢多少场战斗了，我的血在燃烧，震动然后死吧。哎呀，没打着。怎么的？你这么狂吗？快跑！救救！救救！救救！哎呦我操！你是真猛！我还有僵尸啊！一刀、两刀、三刀、四刀、五刀，给我封灯了。不过问题不太大，再出个巨酒。操！这分底居然会放大。巨魔怎么跑下路去了呢？巨魔为啥没拆上呢？总是在行军，我的血管里流淌着火焰。付出了什么代价？上高地了。不行，咱投了也可以。我说句实话，让对面分底输都输不了，他不想输吗？让他输不了。饥饿在侵蚀着。兄弟们，磕头啊，磕头。头啊，不差这一把，兄弟们！我讨厌这么等着。我给你一刀。哎，我还有僵尸啊，不怕，不管他。
一刀说说了打了140，挖爪扣，你杀100个他也没用，基地马上爆炸。但是这一把我并不想赢，我操，杀磕头磕头，没有疼痛，没有感觉。等我把最后一个防御塔给拆了，他们如果想投的话，那咱就投了，好吧。重来了，看看我的特技，带下呼噜，没用，我还有僵尸，谁没点的话，那就是还想赢，你知道吗？就是有人想赢，谁想赢？啊？你们谁？传送。没用，我有僵尸。擦眼给他们压迫感，我有僵尸，你们谁想赢？你们看来有两个人想赢，不是这四个人打一个没打赢啊？啊，是吗？那有点麻烦啊，这些伤口不一定能赢了了，又带来痛苦。四打一都没打赢的话，有点麻烦。减速，太冲，起，有机会了，蓝枪火了怎么办？没事，我还有僵尸。我还有僵尸。但是这个僵尸好像没什么用啊，我得指挥指挥我的队友们了啊。这样兄弟们，你们想赢的话，你们去上，我去下，巨魔在东，我已
经打赢了。要是小羊的话，我们兵分三路。兵分三路，总是在行军。指挥上了，那如果不想赢的话，那也可以，那就不赢呗。那不倒是，我就只是指挥一下。发车了！你在干什么？你是觉得我打不过你是吗？开基地，快！别眨眼，快过来啊！没事，我还有僵尸。